Thank you.
皇上帝，三官大帝，南北斗神君，三清道祖张天师，二十四昆仑掌师法师公，法师公的门下弟子施千文、敏苏文、何一。上帝大天尊，拜请玉皇上帝大天尊，拜请玉皇上帝大天尊，岁出一二年，大中王禅三尊道坛太子会，中坛太子元帅，乾隆当朝五个三尊道坛总坛进香。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合境平安，万事大吉祥。大中王禅三尊道坛主持弟子施千文，执行长弟子杨进来，指挥官卢信义，历年进修大总理杨明金。岁出一二年二月初九日，吉时吉日，由太子会会长兼路主弟子孙清兴率领副会长杨朝业、副会长施中敬、众神男信女随同中坛太子元帅献稿。五祖元帅圣驾，法师公圣驾，骊山公主圣驾，三太子圣驾，以及苗栗龙天宫诸位神圣圣驾，一同前往总坛进香，南天北福，露娜千祥。万事大吉祥，比如青花、五果、素菜、甜品、三星酒礼、诚心礼拜，游园办起三十六点新宴，得谢成恩，以求玉皇。